包埔其實是一個傳統的滿漢筵席其中一個菜式嚟嘅，兩者結合埋一齊放落口度食，會食到龍躉皮的煙韌，鮑魚的龍香。其實喺五六十年代一路開始咧，都好流行依一個菜式嘅。咁但係去到九十年代打後，去到二千年咧，就越嚟越少人做。唔係話你唔想煮，亦都係冇食材俾到你去煮。一塊乾嘅龍躉皮，約摸五斤左右。咁但係可能你嗰條魚咧，已經去到一百斤啊，或者八十斤左右咁上下大。而家冇可能話喺個海度咁容易話捕獲到一條過百斤嘅龍躉咯。然後仲要生湯。拿了出嚟，起咗皮之後咧，攞去風乾佢。現時的環境其實不容許你付咁多嘅人手去處理依個食材。都希望透過依一個影片，大家會知道我有依個菜式，亦都希望大家食傳落去，會去繼續製作翻一啲咁嘅乾貨。